标题，迪丽热巴又胖了，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。这回真成粽子了。迪丽热巴大家都认识吧，她出演过很多电视剧，收视率都十分好，特别是去年播出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她饰演的是白凤九，和高磊光饰演的东华帝君搭档，演绎了他们的2000年间纠葛情缘。迪丽热巴的表演十分引人注目，她在剧中的造型很出彩，得到了大家的欢迎。迪丽热巴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资源。迪丽热巴不但很会演戏，身材也十分好，也经常被邀请去看时装秀。迪丽热巴可以说是一直都走在时尚前线的女明星之一了，她的时尚穿搭十分出彩，下面一起来品品吧。迪丽热巴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亮相，内搭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，虽然穿的衣服都不厚，但腰部的腰带几乎没有收腰的效果。不得不说，迪丽热巴的这身造型有点遗憾，一点也不显身形，给人感觉好像看起来又胖。迪丽热巴的这身造型很简单，她身穿一件外套，内搭一件黑色高领毛衣，直接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但却给人一种气质特别温柔的感觉。头上再绑一个小揪揪，显得整个人又美又酷，简直太好看了。迪丽热巴的身材很好，但这身造型却掩盖住了身材的曲线，这样的迪丽热巴看起来身材偏胖，圆滚滚的像个粽子一样。身材很好的迪丽热巴这回真成被包成粽子了，整个造型看起来有点一言难尽。迪丽热巴的其他造型都很不错，她身穿一件撞色的印花外套，给人一种复古的时尚感。Oh nice. 的造型看起来十分帅气，头上戴着王冠，整个人美得像公主一样，一身装扮复古时尚，直接美出新高度。迪丽热巴的机场造型也很不错，她身穿一件白色外套，里面还叠穿了一件黑色的外套，下半身穿一件紧身的裤子，一身装扮简单大气，十分好看。迪丽热巴的身材真不是盖的，穿两件外套却一点也不显得臃肿，真的太让人羡慕了。